UBA 绝对可以。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大家晚安，欢迎持续透过我来电视网转播，一同欣赏111学年度 UBA 大专篮球联赛。第二，在台湾体大这边，零号的魏子云，十四号的王宇辰，七号周思佑，八号李祖贤，以及六号的叶新孝。那在高雄师大这边呢，十号的王宇峰，零号魏良哲，二号江品燕，十一号郭正富，以及三十二号的蔡正月来进行先发。哇，那种因为大一唯一身高超过190公分的王新正不在场上的。那这次用深色的名字，我觉得这有欺敌的作用，让你看不到我。左欺敌，右欺敌，前后欺敌。特别，其实东卫有提到，昨天对上文化，其实在命中率，尤其在两分线上，其实是非常的低迷。三分 OK，但两分线上面真的就是低到可怕了。王宇辰在篮底下再拿到两分。讲到他们礼拜一练完球，晚上要读英文，礼拜三要读教程的，然后礼拜五是徐耀辉老师特别带这些学生去，不知什么都不懂。对，因为像现在啦，当然很多都说哦，这边先看位置，这是一个两分球，切进来给到外围魏良哲，剩下四秒钟，切进来到中距离的尝试出手进，这是他的拿手绝活。哦，好球！地板给球给的漂亮哦，郭振富上篮得分，王宇峰助攻，渐冻插针。魏子云直接单刀杀入出手不进，但篮底下有王信胜帮忙补了。那刚才说到北门高中哦，就是在马姐熟悉的台南。对。真的从排球转变运动项目来到篮球以后，他也很有这种学习的欲望。对。不过就是来，你要来打快。王宇辰这一球上篮出手得分，他已经拿手走了。黄启哲前面一对一上篮出手不进，后面魏良哲补上去。外围的三分球，魏子云投进了，先打破这一个僵局。四五号的中锋在油漆区有第一波的攻击，但前提是你要等你的中锋落好位再把球。王宇辰中间给到林祖贤，哇！蔡正月外围的三分球进。有一点人包下，因为是假的吧？有解答就对了。有解答，有解答。这一个球擦板进，王宇辰是 always 喉糖可以找我们代言。哇，好球，郭振富单手的上篮，这就是球龄的一个问题了。对，这可能在国中时期或高中时期前。郭振富想要自己单刀出路，也切了过去了。在前几天一直有提到他的，在圈外，王宇辰后侧步后仰 fadeaway， 差一点点，但篮底下居然飞进来的魏子云把分数给放上去。走了，前面快攻的机会，魏子云两步的上篮，轻松顶板。哦，那同时你去做到 combo guard， 我觉得在球权的分配上会很吃力。林祖贤呢，接获到球队先叫一个暂停，去做一些战术的指引。这个欧洲步跨了上去啊，郭振富拿到分数，没有切进来之后再给到外围，完成三分。玩进去，很 lucky。今天魏良哲、郭振富空中对抗一下，打板进球。他个人不进，好球。魏良哲已经偷跑了，前面一对一，单打后仰 fadeaway。这是高师大最擅长。前面又偷跑，哇，已经就滑倒了，在前面魏良哲就直接停在篮底下上篮得分。王宇辰急停，中距离进。前面郭振富要打快，从中间人缝穿了过去，上篮得分了。哦，没关系，放篮一家亲。放篮一家亲。对，外围的三分球来了，郭振富苏醒了，但冲抢篮板，林子俊回来之后剩下五秒钟。哦，好球！好球了，这个假动作再启动。哦，饥渴。
魏子云，西廷中距离出手，基云，也魏子云跟魏良哲，外围的三分尝试，出手不进，魏良哲找不到进攻篮板，就直接在面向篮筐出手了。所以你看，整个张宇峰其实都才大一哦。对。捡回到传，外围三分，许茂哲投进去，在场上很好的互动。对。中距离的尝试，魏良哲再补有了。王新胜切进来，这一球进算 M1。而且他挑战的是谁？蔡正月。对。外城，吉廷 long two。这个换防的，但持球的球员没有人手，他希望跟高个子的球员去做换防，所以让对方投了一个 wide open。我们会说场的时候才去做换防。外城信心投出来了，三分进。你看魏良哲很快经过这一波的暂停，他又回来，尤其到中间去控制球队的一个节奏，对，跟调配。郭振富传球，小戴佑切进来，再给蔡振月，这个球放进去了。王宇峰交球之后，魏良哲上篮得分。我身背了八个失误，也比较可惜一点。哇，这真的太高了。对，高擦板抛进。再转移出来之后的中距离出手没有，这个进攻篮板再拿到，再转进去，余茂哲拿到分数了。接二，魏良哲给到底角，外围给 wide open， 让往前带得非常的快，直接上篮出手技，啊，跑起来打，绝对是。这球在地板上差点掉，梁真强在一起，这个球中跑没进，但自己拿到进攻篮板交给队友，这个球弹位置弹进去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蔡正月转移到外围，王继哲三分的出手没有，蔡正月拿到进攻篮板，在篮底下清开一个空间，终于是把 field goal 在第四节给放上去给王宇成，剩下四秒钟，王宇成要自己解决，切进来之后闪过防守者上篮得分，没有出现在篮底下，最终呢被蔡正月这边的上篮出手不进，篮底下，最终林祖贤上篮了，进。魏良哲已经在前面等待了，前面快攻上篮进。哇，魏良哲也很嗨哦。给到魏子云，但防守者已经来了，魏子云强势的转身上篮进。好球，一气呵成哦。王宇晨。最终转移到外围 ，Y open 的一个大好机会，进！比数又追平了。哇！祖贤五秒钟，切入再给，这个球急停中距离，王宇晨进球了。今天这个画面好像。顾振富压进来挑战篮筐，他也打进去了。68-68，这是天子玉教练自己的。球被盖了下来，郭振富的一个火锅，前面快攻的机会，魏良哲两步卡上去，进算 ！My God！ 哇！这一场的比赛其实对台底大来讲确实蛮重要的，尤其是在战绩上面。那在今天再吞下了败战之后是，连续的三场败战，